看看新闻网。我的青春，现在就是青春嘛，对我来说，现在就是青春。中国陌生生就给我带来了就是青春中最大的一个亮点，所以我这个青春也是很美好的。我们看到那个致青春的主题海报，那个小裙子里面特别淳朴，然后扎俩小辫儿，特别是不是很像，很像那个时代的？我说我很像那个时代的。自己喜欢这样的尝试吗？这种造型？很喜欢。很喜欢，我感觉这样也能更加的体现出我这种性格和那种感觉，就扩大了我的那种感觉。那其实在这个微电影就是中间就是这个短片故事中，你是饰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？演的就是黄晓明老师那种角色，一个土鳖。刚开学的一个新生，就是刚开学的一个新生来到这个学校，然后刚开始遇到就是感觉到好奇，然后又被别人又那个砸了脑子。对对对，这一些。演戏的感觉好吗？挺好玩的，挺好玩。当然唱歌好像演戏都挺好玩的，其实别再说了，唱歌它就是演戏啊。对啊，只是他们只是方式不同，他是用眼神和动作来源，我们是用歌声来唱。